大家好，我是 W 布，今天又是来抽我们花生的。那个，你看，又一堆人中花生福祉啊，仙法福祉，连续两个中啊，这个赏赏赏秋香，哎呀，是谁呀？来，快给我中一个，OK，拎起来，拎起来，OK，最后20抽。来吧，最后一天了，没有七七七七七了，不，最后一次，没有了啦，走啊，去抽，横扫千军，OK，可以抽到60抽，这个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1，不，61，你们看，一堆人中了金斧头，你看。一开始的紫金斧头，然后全部都是重金斧头，全部。所以下一个紫金斧头就是 W 我了，0.1%，就是我的了。来吧，OK，收起来。阿妈、阿公，你们起床了吗？起床，看一看我的紫金斧头啊，怎么那么少啊？这个石头。给多一点啊！来，给个金斧头也好啊。我去换碎片，哇，可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可以啊。每次10连抽都8个这个石头就好了。OK，是金斧头啊，我的啦。啊哈哈，剩2个啊，不要怎么办？给我。下一个紫金斧头啊，为什么没有中啊？最后10连抽，各位，抽起来，有没有？OK，有没有？中了！可是他奶奶的是金斧头，按走了，我按掉了，不给按进去的。金斧头啊，奶奶的啊！金斧头能换什么啊？换银斧头75个啊，还能换什么啊？金斧头，我不要金装备啊，奶奶啊！好，先来，皇上请翻牌，皇上今晚要翻哪一位爱妃呢？朕要选这位爱妃来陪朕共度春宵，就是便便。右上角，15片啊，不错啊，不是元宝都很好，OK，15片，好，呀，金斧头啊，真的是一堆人中金斧头你看，金斧头，OK，换起来了，是可以换那个什么啦，是可以换银斧头，换起来75个，对吗？再确认一下。对啦，没东西换的啦，换起来75个最大。哎呀，75个能换多少个紫金石头啊？66、672，12个紫金石头而已啊！哎呀，太少了吧！来，我们现在换完这个58个倚天剑碎片，58换起来，OK，还差2个。还差2个，所以就换我们的什么，换两个吧，12个先，OK，差2个就可以升星了，呼，60啊，升我们的二星在哪里？二星紫金倚天剑，曹操又如何？OK，升起来，法防、生命、攻击、物防。法防，OK，升起来二星，我来为你，什么？我来为你做那个生肖，砰一声，OK，砰！哎呀，这是某人呐、啊，某人呐、啊，没声音的不爽啊，声到，哎，到底又加了多少的奖励？4亿5000万呐、，OK 啦，才4亿5000万呐、啊。各位，今天还有一个重大的消息要告诉大家。其实我之前就看到了，可是我忘记了。
我忘记拍影片啊，我也忘记存起来啊，就这个啊，巨兽商店啊，这个巨兽商店啊，以后路虎的版本啊，会推出那个金兵符万能碎片啊，金兵符啊是金色的，可以去升我们的金色合击啊碎片，选谁都可以的那种啊。哇，什么神魔分天月影蝶舞霸王横江魔灵咆哮，什么全部都可以，只要是金色合击都可以升啊，奶奶的啊，我忘记存了啊。它是一天可以买十次，然后一次是5000个这个巨兽币啊，5000个巨兽币啊，奶奶的啊，一天十次就是一天要50000啊，一天50000啊，你看我现在才20000啊，我忘记存了，奶奶的，我忘记了啦，哎呀，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跟着 W 一起存这个巨兽币，存起来，等以后差不多多久啊？两三个月后啊，因为跟陆服我们台服相差的距离就是两三个月啊，就会推出金兵符万能碎片给我们买起来，所以从今天开始存起来还不迟啊，各位存起来，不别再买这个红兵符万能碎片了，我之前就是一直买这个红色的万能碎片啊，奶奶的。还有一个消息啊，就是其实是星焰商店啊，就是这个以后会推出那个紫金生兵，还有那个紫金将啊，紫金将一，然后一天可以买一次，一次是3个碎片，然后3个碎片就要200个这个心愿水晶，200个心愿水晶啊，好贵啊！可是我不能买啊，太久了啦，相差2-3个月啊，没必要那么早存吧，各位。因为我一天应该可以赚到400个以上的吧，我还要买这些金匠碎片的啊，我还要买金匠碎片，开图见的各位 ，OK， 所以这个应该是预测，差不多一个月后才开始存吧，我也不清楚啊，因为毕竟只可以买两次，然后200就400，3个紫金匠一的碎片，3个倚天剑碎片啊，对，就这样，好。之后再什么再更新，看要几时存，应该不用现在开始存，太早了，现在开始存，奶奶的 OK， 去军团吧，去军团领我们那个什么鬼，那个什么鬼，诶这个，诶是这个吗，不是军团副本忘还没领啊，一键领取588元宝，诶呦喂，有中一个啊，呜有喂有喂，W 中了588元宝，350神兵锻造师奶奶 ，OK， 还有什么鬼？烽火连城领起来，哇！第八次1000元宝，完美通关，通关 ，OK， 烽火宝藏，又是来领取烽火宝藏的时间，没大奖，随便开没大奖，然后这个有没有大奖？全部都给你们领完啦、啊、有没有大奖啊，没有啊，这个有没有，诶这个有388元宝，开起来，哦洗炼石头20个，大奖，来这个有没有大奖，888有啊，这个有大奖啊，仔细选起来各位，仔细选起来，就在45，哎呀洗炼石头诶也是大奖，好吧，洗炼石头也是大奖啊 ，OK， 我中了2个大奖，哟，388又有 ，OK， 就开在33，不行，再来888，喂，怎么那么多888，还没开到啊，就是我的了，就在今天。哎呀没有了啊，还有哇好多啊，哇这个有大奖，上品洗炼我最想要的， Oh my god， 哦怎么办，诶剩下下面可以开，哇好紧张，剩下我勒，一二啊，我奶奶的我按错了，哈哈哈，我要算啊，1 2 3 4 5 6 7，7个箱子的机会我都开不到，我按错了，你奶奶啊，44啊，你不许死一死啊，44，我这么开你啊，
气死我啦，每次按错啊。哎呀，这个没大奖啊，随便开。哎，还有哎，怎么那么多啊？哎，这个有两个爸爸，什么？不是爸爸，两个888奶奶的。跟他开起来，别按错了。就开在又开你44，刚刚中不到，现在应该中了吧？中起来，中了！44啊，你真的应该去死一死啊！888，呜，爸爸，我中了888元宝啊，爸爸！哇，中了蛮多大奖哎！系统来开一下，哇，中了3个大奖 ，OK。好，我们去战力榜，战力榜打一下，打一下谁？你看我们的飞小天，我的天空。1928亿了、奶奶的，他的翅膀升级了。我叫你冲啊，可是我没叫你冲那么快啊。哎呀，相差100多亿啊！打起来，越战起来，我的天空依然繁华似的。哎呀，王妃是你妈妈吗？飞小天啊！为什么你的名字叫飞小天？我的天空啊 ！OK， 张辽熬痛，熬痛啊！张辽啊，等得，等得！哎，我上个影片哦，很好笑，我看到很多人留言，为什么你的甘宁的伤害那么低啊？哎呀，我的甘宁死翘翘了，真的很好笑哎，我都没注意到哎，甘宁他打了多少伤害啊？他才打了1000万的伤害啊，他的怒气技能才打了1000万的伤害啊，超低的、啊。可是我也没期望他打出伤害啊，因为他的作用就是拿来晕人啊，他的伤害就很低啊，没什么用啊。他的用处就在晕人58%晕眩。OK， 我也不期望他打出伤害。你看他现在都死翘翘了，我有什么好期望的、啊，奶奶的。魔灵咆哮。哎，焚天烈焰，拆！为什么要踩在那个无敌盾上面呢、啊？太浪费了，别踩在无敌盾啊，超阶啊！横江踏浪，呜、哦，张辽死翘翘 ，OK， 哇，4对2。哎，那个谁快死了？化身飞小天化身，快死了！曹杰化身死，赢了，死翘翘了。现在是4对1，焚天烈焰踩爆你，带我越战起来！太好了，神魔焚天啊，又是你啊！踩爆曹杰，哇啊啊啊啊啊啊 ！OK， 来看一下，222亿啊！哦，太史诗222亿，孙鲁班198亿，孙策93，哦，月影给我1389 ，OK， 张辽啊262啊，这是超级他奶奶的痛啊114 ，OK， 哦，越战起来各位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点个赞，打开小铃铛，就这样，大家我们。再见。